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这期视频是继续玩这个 CFHD 的，然后这个画质是竞技平衡这个画质啊，然后直接匹配。之后前两局状况不一样，前两局我们打的是人机，这个这怎么玩啊？天猫精灵关闭，
结果被一顿乱杀啊！哎，这样我都第五名，真的是这边太菜了点啊！